목주호비해신티당고가땡목주나의호유민령전신지부유공민나해방대귀목스본양소유天师기면前가건종로이건건내가신연공신신학란내가제목你好，来大家听下继续来思想幸福的人生嘅体系嘅部分，即有健康嘅爱，有健康嘅爱心，同幸福嘅人生有关系。咁当然是啲讲，你唔咩有爱心就爱惜嘅心点啦，你爱惜嘅心就是冇健康。比如讲，就要做热爱嘅人。阿公嘅人，痛惜这个子女，痛惜这个孙呢，痛重佢，有时咧种个爱惜嘅心嘛，系冇健康，人都会好到佢，就冇乜嘅幸福嚟讲。所以呢，爱心要有健康，要有幸福。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圣经记载讲，耶稣讲。其实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啊，你爱他上主爱着的上帝是唯一的主，你爱用全部的心智情感理智老力量爱主你的上帝。第二是你爱惜人生，就像爱惜自己一样，无比的两条更加重要的概念。一个背景就是有人一个法利赛人文士去问耶稣，最要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是来回答这两条诫命。表面上来看，你轻容易感觉到爱惜上帝，亲心亲力亲力亲力来爱惜上帝啊，你轻就境界。个人呢就爱惜菩萨。我想想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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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就按你自己爱惜自己该种个标准的爱惜菩萨的世界，哇，本意爱惜多年，人家有偏差有问题了。本意请做这个爱的教授，又在按到巴斯卡古里亚以下一本书，按到爱神法来学习。你书个第八度，基于按讲，将爱大声而提到，你该有爱的人，有爱惜的什么人？一天要先爱惜自己，所以呢，你的确要努力去本自己，可以亲力去学习、去创作、去吸收下多。按用咱们想做一个有智慧、有学习、有涵养、有道德艺术的你，然后呢，你将这个你奉献出来。所以讲。爱惜，爱惜，系要分享出去啊！你要先将这个个爱心分出去，但是，假使你个爱惜系神经质个，系知识个，系偏系有偏个种个偏差个，系样样性，本意识多个人吼，其实可能会变多个神经质、知识有偏个、知识个。那一种阿妹是有点种个神经质个，该想，爱想个字比想多一样，也可能有点个带有神经质个这个毛病。所以巴斯卡古里讲，爱点多数爱讲个就会讲，那个想自家是学习吸收众多，本来个知识行了法，行了钱，行了果，本来个心。行了开发，
我就可以得到强壮各种的效果。啊，我时间呢，我下披萨经常吃个时间，让唔要出问题啦。所以按你讲，我有食心食披萨，唔要只有讲有食心食披萨，冲下自家就好。各种的我一食个心，我有健康啦。你阿巴斯卡古里亚所讲个吼，我学习，我吸收多多。第一道，喺你心则会开发，也前将系必得，必得后数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所讲嘅话，必得讲，因为呢个缘故，你就爱亲历，是你就在信心上加上美德，美德加上知识。知识上加上节制，节制上加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上加爱弟兄的情，学习吸收众多，本来的知识行得法，行得深，行得果，本来的心行得开发，我就可以得到强壮各种的效果。啊，我时间呢？我吃披萨经常吃个时节，让唔要出问题啦。所以按你讲，我有食心食披萨，唔要只有讲有食心食披萨，冲下自家就好。各种咧，我一食个心，我有健康啦。你阿巴斯卡古里亚所讲个吼，我学习，我吸收多多，第一道喺你心则会开发，也经常系。必得，必得，后数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所讲的话，必得讲，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爱亲历，是你就在信心上加上美德，美德加上知识，知识上加上节制，节制上加忍耐，忍耐。加上金钱，金钱上加爱弟兄的情，爱弟兄的情加上爱惜众人的心，都不能看见呐。彼得教安尼系乜嘅呢？日中日中爱嚟学习，日中日中爱嚟进步，多美呢？还晓得惜你的兄弟姐妹，最后呢可以惜你个众人的心。但是我要惜兄弟姊妹、惜众人的心的以前呢，我学习乜嘅？啊，我学习信心、美德、知识、节制、敬虔。啊，像你阿罗巴斯卡古里亚所讲嘅，系非常有强壮嘅威慑。但系呢，喺你啲喺石碑上紧张之家，要好好按照学习。唔过事实上呢？当当然低啦，但你做唔到咧。所以，你食配人情中自家嘅时间，我哋先去了解，要食那个爱那只事啊。你想，你就只事啊，那个爱，客家话讲有食通食，兼爱也爱，就通食自家嘅字嗯。但是呢，啲系列事啊，有五只事的描写，你啊种嘅食。一个爱呢，第一种解释叫做 epithumia， epithumia 就表示那个事态就当强那个欲望啊，有好该，那强那个欲望有好该，有得系唔好该啊。一个意思呢，就系佢恨慕，不管你系合适嘅唔合适嘅东西啊，佢要贪恋啲欢愉嘅当中啊。南五的动作有时这种的不合适当强烈的希望有时会发生没人格肉体的关系但是对夫妻来讲的时间他会通过人的心爱来表达出来不是只有心天天有爱心爱对夫妻当中发生是上帝所舒服的也是人会祝福的新婚的夫妻，当多祝福佢啊！
被通过心爱上做肉体。天意方是 Eros， 你喺饱含渴慕占有，老所爱嘅对象可以联合。这个事啊，有浪漫，有热烈，有多情嘅。所以呢 ，Eros 嘅欢喜，佢按主师讲，哎呀，我哋嘅情啊，爱情呢，久久长长。不过那个爱情呢，会变质啦，啊，会变质。所以呢，双双哦。时间无法度来兑现啊，两种佢所承诺嘅。第三项 ，storge， 你系代表系乜嘅呢？人脑人中中间嗰种互相嘅关系，当自然流露出来，爱送你，你送爱，爱关心你，你关心爱，爱爱上你，爱上爱，一种大部分嘅表现，然后爱对自我。自我对人爱，兄弟姊妹当中各种的亲情，各种爱的表现，有个安全感的气氛，有个归属，爱属的家庭，家庭的人属定属爱，那种个很多 stoge 各种的爱。第四项是 filial， 那个爱呢，本人呢，亲。对这个所爱的人，他感到当珍惜，啊，常常希望得到回报，啊，好朋友讲，我对你很好呢，啊，希望你要对我同好。有时好朋友会发感情大发一些，或者一难一艰苦，如果讲我对你很好，做乜个要对我，还用我按对待我？但是真实的友谊，哈，就会倾下分享，倾下经过苦难。你是朋友，好朋友的爱啦，是友谊的爱。但是呢，天这个爱是agape，agape，这个爱的境界是最高的一种，是完全无私时的一种，以心就想来付出去，也不断继续来付出去，本人出去，分享出去，无想任何这种的回报机会。这种的爱惜的心，上帝用了阿加伯的爱惜，他看见人类的爱惜有限有偏差，所以他通过耶稣基督将上帝拯救慈爱爱惜世界人的爱惜通过耶稣基督来表现出来，啊，所以呢，你不只有呢情感的呢，你还运用一个意志啊，而你可以看见啊，爱披萨的世界往往吼只是停在没有一种爱惜的当中。一种爱惜有时吼不能超热而热过于，比如讲纯粹友谊的爱惜，就不能有随便有心爱然后情爱啦。好朋友。哦，听懂多好朋友交朋友，哦，你要当多强言语交朋友，眼皮是发生了这个情爱，你仲要留你个心爱，你还唔错嘅。兄弟姊妹当中亲情归属感嘅爱，然后讲父子对子女那种嘅爱，阿爸阿妹那种爱，你不能产生心爱到情爱。但是你看见啦，啊，你要世间，你个无畏嘅世间，当多你个。家庭发生不幸的事情，啊，有的做人，有的做人，会对子女发生那种无应该的种的爱啊。啊，可见呢，物件呢，可见呢，而你双双，是超热那种的爱，啊，只有最亲密的夫妻啊，可拥有那种四种的爱，啊，特别做夫妻呢。是对个最心爱、情爱、归属感嘅爱、扶持嘅爱，哎呀唔拉啦！因为夫妻同好，有时环境改变、容貌改变嘅时节，有时钱多嘅时节，要作怪啦。要做老公要离开自己本娘，一如果本娘要离开自己老公，该爱就变质。啊，所以呢，
而有天众神圣的爱。主耶稣对着宽福音第十三章到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的位数，其手如安阳，老安尼讲。在宽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伊讲爱本意的一条新的命令。你的爱彼此相惜，爱用般相你的，你的爱用般彼此相惜。那是你的彼此相惜，世界人就会认出你的是爱的学生。当多人常常就读到的时候说，耶稣教我们说爱彼此相惜，但是佛陀后背的启发，你要彼此相惜以前，你学习第一耶稣基督有没有想你的后悔，耶稣基督有没有想你的，让中间中阿加贝的想来彼此想想，让没出问题。有时这个啊，彼此想想，彼此想想，结果还能用你自己这种的标准来想对方的时间，有时会出问题。所以耶稣第一啊，你要改名，你要亲心亲力亲力来爱上帝，你要爱惜别人，亲自自家唔拉啦。所以佢教恩你讲，恩你行到进一步，学习主耶稣基督嘅爱惜类，必是上下。第三呢，三方爱惜你爱你嘅工作啊，宫田英一佢要写一本书嚟职业讲啊，佢讲对信仰上来讲啊，讲人系最基本嘅问题。是信仰，但是对职业上来讲，在人生当中啊，最基本的问题，人啊，爱上虽然唔系单单靠食物的，但是没有食物也不能生存。伊讲对职业来看，有三种的职业，一种的职业系乜嘢呢？用钱多少，用生计，用身份来看要紧啊，冇要紧。那边钱多，那就那边做乜嘢职业？听一种的呢，结果无度钱多了钱少，就佮感觉带有了一种个社会的观感，贡献本来的社会。有人呢，虽然佮个两下少钱，佮欢喜啊，有人佮欢喜讲啊，我做老师，我感觉对社会的贡献较好。虽然做生意也赚了多钱，不过我无爱啦，我欢喜做那个老师啦。也是佮听一方各种的观念。这种职业的观念是满足对社会的职业责任的观念。第三方是发挥那个个性的观念，职业有天职。所以说你对社会贡献社会的职业做了清楚，让你的个性让你的能力有关系啦。你的个性让你的能力呢，相信每个人不相同，你要说天神的啦，是创造上帝，创造的主上帝的本恩的人类的啦。所以呢，你所做的工作，那合乎你的个性和你的能力才干啦，你就做了轻顺利，也轻欢喜，你就爱你的工作，也快乐来做你的工作。提示方这爱上你的休闲，也就讲爱上你的娱乐啦。哦，一般嘅老师教入学生嘅时节，常常就会讲，你要有就业嗰种嘅能力，你要努力来工作，你要打拼来学习，将来可以打拼来工作。但是亲身老师会教学生，工作要学习，你嘅娱乐。有休闲的时间，其实仁义的课本初中是讲起讲，工作的时候工作，工作的时候工作，歇困的时候歇困啊，啊，莫见高见左，也讲见左见高，吼，一烦呐。所以呢，喺你要工作爱工作，也爱要爱喺你嘅休闲来娱乐。有时单亲嘅妈妈，职业妈妈。啊，有时记哦，千求唔记得，物个很多休闲，物个很多娱乐。其实适当嘅娱乐会消除你嘅疲劳，你嘅忝。
所以呢，娱乐嘅定义按照 recreation 系创作嘅意思。recreation 就是按照讲嘅时来插来讲嘅时，就讲你会再创作啦。所以呢，娱乐系乜嘅呢？恢复你嘅精神，消除你嘅疲劳啦。啊，但是你娱乐系唔错嘅时间啦，啊，你就会发生会伤害你嘅精神。伤害给你的身体，所以娱乐不要变到错误的娱乐，所以你爱上你娱乐的小孩不要做个错误的娱乐。听讲爱上你的踢球，你按你踢按你踢球，一来一条困难啦。而你又无法度讲只有剥削自家，无关心你的踢球，而你了就讲踢球是家的事态啦。哦，所以这个生命啊。都那个踢球的位度，我彼此来想下，我那个踢球，踢球那有偏啊，而你身体在有偏，而精神在会有偏的，我学习了爱上那个踢球，所以呢，我呢协助来爱那个踢球，啊，最后一项呢是爱上心灵，然后是看到人家软弱、无胆、强、受伤害、无能力来改变。无法度完成佢交俾你嘅使命啦，所以呢，也无法度嚟彼此相惜，所以呢，就让书记都允许上述一本你圣灵，圣灵上述不让你，除非带你嘅复发嘅就让书记都基督都喺你嘅身边，当你失望嘅时节，佢会安慰你哋；无力嘅时节，佢会扶持你哋。鼓励你的复发的主听以后会带出你的心的地位度改变你的生命更新你的生命特别会预示你过去的受伤将你对脆弱当中然后魔鬼的恐慌被踏到的当中得到跳病出来然后对你人分苦痛然后下面的当中得到病出来所以呢，圣灵就是所有的仪器，然后环境的念头。啊，有个人叫做罗莎贝尔，他是八零六岁的时节，他讲爱去跳舞，哇，真做做到嘞。啊，他在一生的当中，他爱惜世事，自然圣经。啊，他讲他老婆下个人，然后好朋友分享的礼物是爱惜。亲都该爱惜，因为爱惜全部会免费的啦。愿上帝的祝福和你学习那个罗莎贝啊，就会讲老菩萨、老佛行人多多来分享那个爱惜，多多个爱惜，因为爱惜是免费的啦。向我来祈祷，天父的阿爸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我就从中第一，我晓得爱惜之恩，爱惜菩萨。爱上帝，就会有时我哋要想想，我嘅爱心有偏差，无健康。所以我识别实嘅事，包括识自己自我嘅事，有时无健康嘅爱心会发生问题。上帝啊，感谢你通过多多年，把我哋个见解来了解，我哋要学习，对人事学习，嘅阿加伯，嘅种最神圣嘅爱心，安用性，我哋彼此相爱嘅世界。就没有出问题。愿上帝舒服，我就听书记面前的堂中，堂到了解来实行。上帝来祝福你的，奉饶书记这个圣名，阿们。欢迎你来收看《新眼光》新学人这个节目，再见了。